玻璃房在对面的一楼，没想到，后面一个，好了，后面那个，玻璃房一楼，没了，好残了，那个，打了打了。 哎，送了个车过来，捡空子，车留着，快点倒，倒的，我补这个。 往我这来了，他走了。快点输！往近点有一个，往我跑了，往近点。挡了一点，大倒一个，近点输了一个，结束倒了。 不知道他炸倒在哪儿。对，又下石头。我看到，两个都在，两个都在。我操，两枪头，两枪头。哇，这个像是个挂。这个、好恐怖啊！这个人回球就谁把我打成一死。谁家拉出来两枪头啊？太离谱了。